人气爆棚，没想到如此吓人。王鹤棣演出《苍兰诀》后一炮而红，成了陆剧男神。私下非常喜欢打篮球的他，近日受邀参与篮球节目《我的主场》，结果录制现场出现重大疏失，制作单位没拉好拍摄范围，王鹤棣被大批粉丝包围。我去，我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去，我去，天哪，那是女的。是吧，一瞬间如同丧尸般涌上，场面混乱又危险，险些酿成踩踏事故。事后王鹤棣的工作室发出声明表示，多次沟通现场问题仍无法解决，宣布要退出节目，并要求制作单位公开道歉。而我的主场制作单位随后也发出道歉声明，向王鹤棣和现场观众以及粉丝们深表歉意。